来来来，玩个萨诶，这尼，是缺辅助吗？萨尼怎么萨样？萨尼好像不错，没有，已经没有时他们间了，都哎，已经没有萨尼带时闪间了。杀，萨尼要带哎，斩我有杀万吗？人敌耶！我要带斩杀，带治愈，来来来，我已经很久没有玩这个了。治愈吧，好，我带治愈。斩杀会不会太凶？我怕觉得不是太凶，我怕斩杀太送。要不要我很想要，我很想要那个万人敌都拿不到。路野，路遥路野嘛，可是我是凯撒路，对不对？我现在临时问你一下，我现在抱佛脚，我要出什么？你要出什么？嗯，你先给我前三件，我一开始要先买的。好，魔方鞋，然后730的甲，730的甲。对，然后上一千腰带，上个那个盾叫什么？团队的，对，然后上完那个是黄红色的还是？那是日神吧？那是日神，红色的还是蓝色的？团队免伤的是日神，对，日神。团队你说那个减伤的那个是不是？我上骑士板甲之后上那个日神壁垒，对，然后防霜，接下来上魔防霜，看你个人。所以你说要路蓝还路红？啊，雷德路，路遥，路遥，我们这边确认到对方是蓝旗。他过去，他没有那个，他没有一技。大象不会缓速，大象不会缓速，他没有招了。范迪尔。那你有满残的哦，他开治愈了。哇！那他开红哦。嗯。他还没死人，他快了。那个战尼尔制裁他，制裁他。噜噜噜噜噜。还好吗？还好吗？你还好吗？你那个抽泣，我还好。你还好吗？我一个定，我一个定。我还好。我一技能快好了，一技能快好了。你只是把它推出我的圣光之痕范围了，我有点吓一跳。但还行，大象哦，大象哦，大象哦。噜噜噜噜噜噜噜！我还可以再撸一次，我还可以再撸一次。你们那边那么精彩啊，然后我被小丑暴打。他没砍动。可以。哎，四等了，可以砍一个小丑。你应该可以吃个。我靠一个，靠一个。他的熊猫回家了。哎，小丑没有睡。但你有在装，你们可以吃。我洗到经验。我先回家了，我先回家。哇哇，被蹲！他们大象有蓝呢、欸，羡慕嫉妒恨。我来了，我来了。我上一次玩萨尼大概是一年前。一年前，萨尼刚出的时候吗？我记得我上次玩萨尼应该是跟小葵一起玩的。哎、欸，龙就这样掉了。掉了。嗯，龙就这样掉了。我一直以为你是兔兔哎、欸，我不是兔兔啊！看我的治愈就这样没了，难受。小丑不见你，回来了。用生命捍卫我们的信念。那红刚掉哦，他刚吃完红。是抓龙吗？哇，这样偷我野怪！那我在后面哦，等我来。龙马不打是不是？哇，我没有救到他。可以。我撸不起来，我撸不起来，法阵不在那里。我点中他。要走，你要走。哦，漂亮。我誓死奋战到底。可以。你的牺牲值得的，兄弟。值得的，值得的，值得的。哎、欸，三杀、欸，帅。
哇，感谢小草。我已经决定要放掉那座塔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是怎样？你看我这血量，刚才 A 到他。哎、欸，对了，出完那个出了那个日神完之后要出什么？出完那个日神，救命啊、出魔方装。我被发现了，干你老师。德鲁伊，是德鲁伊好。我怎么觉得我一天到晚都在救龙马？中路有三只，应该有人下去了。哦，全部都来了。好，战场都不在我这。我也想砍人，哇，这个兔兔都直接放魔龙欸，丢是不是西亚不野主卡哦，主卡入我们野，他越塔清兵了，来扁他扁他，他们要吃，他也，他们下去，他们下去。哦、他们要吃魔龙。对，他们在吃了。那甲虫开了。嗯，他们想打我。快！可以打。抓那个甲虫，抓那个甲虫。可。后面那个。他被孤立了。可惜没杀到甲虫。嗯，没有刷到，很可惜。我们应该可以点中下塔，中塔应该比较。我刚刚有砍那半血，中塔快掉了，中塔快掉了。对，请求支援。可以点掉了。我们可以往下靠，。好。嗯，可是他把兵清了，不太好杀。哎、欸，这里，我要死了。哎、欸，我们的经济没出。好，加油！飞走了。飞去哪里了？伤还不够。飞去天国了。接受审判吧。那是罗尔的吗？哎、嗯欸，主卡哦，后面主卡。哎、欸，他们四只五只是吗？蛮多的。嗯，他们应该又要靠魔龙。那个兔子真的是不打算打团，完全。小丑在这。我们吃。你要不要直接把他秒掉？撸他！撸！哎、欸，甲虫开魔龙了。喂，哎、欸！哎、欸，拉掉你拉掉，那行。我还失手按到他。甲虫还在里面吗？没有，他走了。他吃个龙吧，兄弟。好，我刚本来想抽他来。你先回复吧，这龙应该稳吃了。妈又在干嘛啦？哎、欸，你要退哦，你会被他害死。嗯。那个，请问路遥大神。哎、欸，你撸一下，等我，快到了 ，CD 快转 ，CD 快转，快到，撸一下，来，无敌战神，站一下，可以，吸起来，不行了，别，我牛，吸起来，二技，他恢复了，最会绕跑的，拜喽，我觉得你要走，我在三秒可以帮你，如果你可以把战场完这一波，我来了。来了，可以，第二波漂亮，兄弟靠你了。来了，卖照，再撸他一波。刚刚不是很凶。哇，可以，漂亮，这波可以。那个，请问一下路遥大神，我这个萨尼还行吗？行。那请问一下，下一件装备要买什么？什么出？显怒。哎、欸，不是显露吗？我看一下，德鲁伊，哦，你说德鲁伊？对，德鲁伊之后，我现在买到一半了，德鲁伊买到一半了。甲虫右边哦。
跟你讲一件事哈，其实我的上野是胜率也是20%而已，我是觉得你可以相信自己。德鲁伊出完，德鲁伊出完，我觉得你可以直接上 GA 耶，就可以卖肉。好，我等下直接上 GA。扁他，飞嘞，飞阿妈。嗯，对不起。我现在太激动了。有阿妈在飞。有阿妈在飞。哎、欸，咱的龙马是嘞，懂啊？滑起来！哪里跑？好了，我觉得我们差不多了，我们该吃个凯撒。救命啊！可是我觉得需要兔子，算我们打好久。兔子在这单机推下他。对啊，我决定要把他野区扫光，看他会不会有那么一点分。求分一个蓝。哎、欸，我觉得我们这可以吃凯撒、欸，我觉得可以吃。好啊，那个兔子长那样，我觉得我们可以吃。哇，有点累，算了，我直接砍了。哎、欸，熊猫，熊猫，没事没事，我可以推，我可以推。他们应该来不及，可是我怕被熊猫。没关系，我会推，我会推。好，信你了。我猜到了。滑起来，滑起来，滑起来。我牺牲了。有了。砍他！砍他！这个瞬移可以，剩小丑，结束了，结束了，小丑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欸、其实我刚发现，那个只是运气好哎、欸。真的吗？什么东西只是运气好？你知道他进来的时候，那个凯撒把我们所有人都打飞。我其实没有、啊，我其实没有推到。没有，我落地的时候三段。哎，我没有闪掉那个塔的伤害。没有啊，没关系。那个上次你的观众不是要教你吗？没有，那是队友。哎，滑起来。可以哦，可以哦，他们经济差，他们打不赢，直接砍他们。可以可以可以，上你再赶路，上你再赶路。哇，砍他，有没有有没有兔子 ？Nice。你们需要一只，你们需要一只可以砍塔的角色。怎么看都是你、啊。没有，就让我刚刚没大马吸地一下，砍爆他。哎、欸，不要不要。那个熊猫不给我砍，我没办法回血，你知道吗？很紧张，追着他。可以。哇、啊，久违了。好，现在是玩萨尼的时间，大概是。明年的圣诞节，2018年12月21号。